他就是那杀人凶手。 让他逃跑了，没想到换了草屋的幻灵伞，还是没有用啊！这可怎么办？虽然没有抓住敖英，但我们已经成功把他逼得多次当众化形。天香阁里面这么多人都已经亲眼看到敖英就是个可以幻化人脸、蛊惑人心的妖怪，对，他最傻的还是化成了文姐姐的样子，当场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，本来陈相的死状就是非人力可以做到。 凭这几点，应该能替文姐姐洗脱嫌疑了。喂，哎，小卓哥，吃什么？小卓大人，去玩吗？ 还在担心庄远征，已经过去一天了，不知道他现在难不难受，清不清醒。能有消息，就是好消息。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？ 凉水已经有了，接下来就是要尽快取得神木。可是去哪里找神木啊？我猜神木的关键就是你娘白岩大人。我娘亲？大妖曾经说过，你娘是剑木神树的后人，她的真身也是神木，所以我想，既然白泽令也是神木所化，那说不定你娘的真身 就能够修复白泽令。可是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剑木神树和白帝塔，曾在500年前被九族金乌鬼摧毁，后来呢，大荒出现了两个不知名的大妖，用自身的妖力和血势修复了神树和白帝塔。但白泽令消失后，神树也就随之枯死了。 现在的神树，也只是个死而不朽的存在。死而不朽。嗯，神树已经被摧毁了，你娘的真身之木，自然也毫无生气。 所以。 白岩大人要从神木真身变回小九的娘，则需要白泽令的神力。这白泽令的修复又需要白岩大人的神木真身，这不是个死局吗？难道大妖？
真的要被消失在人类。宠物营已经将赵远洲失控逃跑的事情报告给了项王，项王大怒，今日一早下令让我们立刻抓捕赵远洲，否则 G14 上下子都会人头落地。卓大人，不能再拖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爹，小卓。小卓，小卓，小卓。这么说来，日晷不仅可以储藏回忆，也会时空止息。没错。那如果有人带着神木的枝芽进入时光山谷，待到神木自己开花结果，300年后再将其枝取下带出时光山谷，不就可以修复白泽令了？陆大人，此法可行吗？可行，但我必须要提醒神女大人，时空止息，度日如年，无限煎熬，其中之苦你可都要想清楚了。可是日晷不是早就已经被毁了吗？被毁的那个是我在你房间不小心拿的一个镇纸，真的日晷还在我这里。
真厉害。神女大人请放心，我会一直守在这里的。文姐姐保重啊。我在这里等你。哎，您说还要多久啊？嗯，应该快了。算是懂了陆深深所说的无尽煎熬。不过还好我拿到了。太好了，可以收白子令了。走走走，我们现在就去修丹药。小周大人已经出发了大半天，那我们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的。其实我和小卓已经计划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九昨晚上给我的，名为落魂针。小九说这根银针是用尸身和草菇配制的假死药浸泡而成，可令人声状全无，进入假死。落魂针，只要将此针打入赵远舟的眉心，他就会麻痹昏厥，进入假死。同样，身上的戾气也能得到控制。我们也勉强能给项王一个交代。待白子令修复之后，再将此针取出，让赵远舟苏醒。小九有心了。小卓，你也是。哎，那可太好了！还好你和小卓大人有商有量的，之前我还和小卓大人送别，整得可伤感了。文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落魂针？什么落魂针？我昨天晚上一直在家中睡觉，没有去找过小周大人，更没有研制过你说的这种东西。没有硫磺的气味，那你是真的小九啊？小周大人一定有问题。小周大人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可是你脑子有问题。你醒一醒，醒一醒，你想一想。当时我们在抓藕鹰的时候，他明明已经中了，你用草屋的幻灵散削减了他的速度。小屁孩，对老娘撒了什么东西？我怎么跑得这么慢？你小周大人矫健的身手，竟然没有抓住他。藕鹰呢？让他逃跑了。好像是有点奇怪啊。藕鹰冒充我杀了丞相，我一直觉得是受人指使。我们猜测敖英听命于李伦。难道
上！小九。一起上，一人对付一个，总会露出破绽。用了那个是假的。有菜刀的银磊是真的。什么？你们别闹啊！他把我菜刀抢走了，你们别乱来啊！啊！别信他们。敖英诡计多端，会一致化形，难以分辨。不要管我，我自己来。我们自己来。小九，小九，小心！你不是白景浩，你才是黎伦。真失望，到现在你们才看出来。可恶，被你骗了！你什么时候动的手？早在纪瑶死幻境，我就已经将内丹放入白九的体内，准备随时附身于他。原来是我低估了你，不过这真是一份很好的礼物啊。
你的想象中，我也会这样打你吗？会，但不会这么痛。说呢？白泽丽，修好了。你怎么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？分别了这么久，总归会有些不一样吧。求吗？小小的城困着小小的我们，兜兜转转的晨昏，城中的门是谁傻傻的不舍不问不敢不肯，往事的针留着梦的余温，昨日的针蒙住了眼神，梦里的人沉默一步一等，不肯离去也不肯转身。Thank you.
小九，还给我！